吴先煦在近期的《我就是演员》节目中曾表示自己没有谈恋爱。近日，胡先煦在微博发文称：“北京的秋天，昨天的动物园，老师布置的作业，我都很喜欢。”同时，他艾特了自己女友，对方回复道：“校园的落叶和每一天你的笑脸，我都很喜欢。”两人正式公布恋情。胡先煦女友对此，网易娱乐联系胡先煦经纪人，对方表示：“军训之后的事儿，被拍到了就公开吧。”网易娱乐就此向胡先煦经纪人求证，对方表示节目录制是在胡先煦开学之前的暑假，当时胡先煦并未与刁卓确定关系。胡先煦2000年8月17日出生于天津，中国内地男演员，2011年出演励志音乐电影《小贱》的合唱团，正式出道2012年主演都市轻喜剧《重返大福村》，2014年出演都市情感剧《韩琦的都市日记》，2015年出演了青春校园电影《谁的青春不迷茫》，2016年出演情感电影《百鸟朝凤4》，同年因在家庭伦理剧《小别离》中饰演张小雨一角被观众熟知，2017年出演古装玄谋剧《琅琊榜之风起长林》，同年出演了古装剧《如懿传》，出演电视剧《原来你还在这里》中的少年百成正，出演电视剧《老男孩》中吴正的儿子。2018年9月25日，胡先煦在微博公布恋情，女友为自己的同班同学刁卓